这些演唱会意味着，怎么说？期待。我觉得意味着，你想听到一个怎样的回答？真实的回答。这次演唱会意味着 BOSS 对于我们的信任。我相信 BOSS 呢肯定相信我们能把这次演唱会搞得非常的炸，搞得非常的好。我们不能让观众们失望，对，我们要竭尽全力把这个次的舞台展现得完美，不留下遗憾。因为我们 BOSS 第一次演唱会就相当着我们在这个阶段向所有人展示我们的成长，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这一阶段我们变化最大，所以希望这个时候能够有更多的人看到我们，所以这是我们最珍惜的舞台。我其实等待这一个机会蛮久了，一直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大一点的舞台，这次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然后让所有人看到 BOYSTORY 的这个能力，包括我们的潜力，就我们出道这三年来所积累的经验也好，一些舞蹈实力，还有一些唱歌实力，都会在这舞台上展现出来。然后也是这三年来，BOYSTORY 一直付出的一个成果。对我来说，意义其实属于我们的舞台，这我们就是我们和 BOSS， 不光是我们在表演，我觉得你们也能表演，就是非常希望 BOSS 还有我们，就我们大家一体，能去把这个舞台演绎好。我觉得它是一个，它可以是一个机会，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不光是我们六个，还有我们和 BOSS 们之间的，这是第一次我们可以见这么多 BOSS 们，然后我们六个站在一个在这么大一个舞台，和这么多的 BOSS 们一起玩，我会觉得很开心，很期待。Yeah.
谁都不是帮赞了。不对，你需要你来帮我想的。OK， 我是帮赞。哦，我是 leader， 那我是谁？你是帮赞。안전에대해서지금아중간중간对吧？야서봐老师帮我一下。哈哈哈哈，老师帮我一下，就老师他时间不够了。不，别上，他帮你一下吗？奥特五兄弟，徐医生，他为什么？啊你呀，不是一派，来，三角，真别扭啊！我帅，这么碰我，帅，王总帅，这样吗？帅，对对，单纯的，你的表现就可以了。六七走，一二三四五。不是你为个人你说的给啥贵人说的别人说好你了啊你要说啥你干嘛你可能是顺你都可以干嘛咬死了过来别动啊过来别动要什么样子我们准备了两个特别舞台然后一个是一季姐姐们的那扇还有一个是 Three Kids 哥哥们的 Dobna 对我当时是前两个月开始准备的这个舞台然后在准备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时间还挺充沛的然后顺便把其他的歌曲都什么 For You 啊什么 ID 啊什么 Bittersweet 啊什么告白啊都复习了一遍看着你的
一些疲惫，无力的感觉让自己变得好像没了趣味。来说，有人说，有人说，开始摸出自己的朋友。今天我有一些疲惫，无力的感觉让自己不了，我把你上当不了，无力的感觉让自己变得好像没了趣味。好，嘿，今天我有一些疲惫，无力的感觉让自己变得好像没了趣味。对，声音就不会觉得很困。丢掉，再一次 1, 2, 3, go 1, 2, 3 今天我有一些疲惫，2, 3, 4 嘿，今天我有一些疲惫，无力的感觉让自己变得好像没了趣味。好，下一句，好的。嘿，只这一首歌简直别皱眉。丢掉，就这一句。嘿，记得你说过坚持别皱眉，坚持别皱眉，对吧？坚持别皱眉，记得你说过坚持别皱眉，镜子里的你说要一起面对，为什么这样权威？这样权威，这样权威，这样权威，这样权威。对对对，可以了。这样权威，保持你的音，保持你的音色跟那个音准。记得你说过坚持别皱眉，镜子里的你说要一起面对，为什么这样权威？来下一个，嘿。给我最暖的问候好吗，有清香会在心里融化。 This is bittersweet 都在我心里融化。 Oh bittersweet 我和我的主我都惊呆了。来哒哒哒哒哒，应该是你的萌 party。 来放点音乐。给我最暖的问候，冲低了。对，知道。打开上星星吧，听我说话， I don't know why， 在不停寻找自我，就算精疲力尽，拳头也一直挥着。哦哦哦。好，这块你都可以没有问题，然后我们来咬着说，你筷子咬着说，那就算精疲力尽，我哎呀。醒醒吧 ，Get up。醒醒吧，听我说话 ，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在不停寻找自我，就算精疲力尽，拳头也一直挥着。哦哦哦，就算精疲力尽，就算精疲力尽，拳头也一直挥着。哦哦哦，丢掉，再次，醒醒吧 ，Oh get up， 醒醒吧，听我说话 ，I don't know why， 在不停寻找自我，就算精疲力尽，拳头也一直挥着。哦哦哦。好，说话的时候，哎哎哎，说出来点。哎哎哎，对，就算精疲力尽，就算精疲力尽，拳头也一直挥着。哦哦哦。Yes。高。看着你的眼睛，说着说着说着 ，OK I'm fine， 怎么了？突然失控的情绪，可以继续彼此的陪伴，让我。畏惧。你不是在最舒服的环境下面去唱歌，你是在这个地方在帮你在做这个事情。No， 再高一点，你唱不上去了。曾经我也怕被击溃。
我是因为现在变声期嘛，唱不上去了。之前录古典的时候是刚刚开始变声，没想到这么快已经唱不上去了。其实我挺害怕以后唱不了高音的，因为有一个变声期之后想唱高音的梦想，就是想成为男高音嘛。然后现在就老师今天就跟我说，有可能长大之后唱不了高，就是唱的是队里最低的那个。我还是喜欢唱 melody， 对，以后还是会坚持做一个好 vocal， 加油吧。曾经我也害怕会被击溃，有过机会也想过是否要后退，就算我现在一个无止境的迷宫，有倔强的心脏就有恃无恐。嘿、hey, 你还好吗？我一点点半身就这样养。好，过来好，但是我只会开半身。好嘞，收费，停车收费。给大家模仿模仿状态里面。等一下，吹不出来。
这边的老师再往这边，对，好，来，三二。现在是波修尔的国王，我有法力可以支配他们，这叫做巫术法杖。增加300件法术，这是拥有着贤者之书的巫术法杖，是在我们演唱会的 VCR 的拍摄现场。把那个300圈给打散了。很大的一个场地，而今天早上我们也是非常早的就来到这里。今天早上我们6点就起来了。昨天呢，我们也是一直在排练我们的演唱会所有的流程啊，对流程啊，整个舞台的一个走向，然后休息点跟换装的时间都是按照流程来背。然后昨天排练到大概11:30左右，我觉得帅。我们演唱会还有。小段时间，我们也在加班加点练习。都是抓啊！好，开始。松吧，松吗？松。我给你扶着，你自己记行吗？我不知道，我不敢使劲，没记。你记，使劲累吧。他不叫你就累。行吗？行，再。看镜头，好。比如这次是微笑。再往前，再来，漂亮漂亮，哎，那这个好，好，放松了放松了，不要高兴的，慢慢。哎，小兔小耗子了，耗子。可以，一半一半没问题。好。好，报了啊！先报了。现在几点啦？这歌最吓人。好傻。好，帅。
夏天就会变白，冬天就会变黑，夏天的时候就是那种特别热的时候。
特超级白，我整个人。哦，可能是因为夏天的。哎呦，你吓死我了！这种人应该滑手，一说按摩的，一说话就停，一说。哦。你说我可以唱歌。啊！我都没用劲儿了。哦，见过杀猪吗？给他眼睛。不是你那个指甲。不是，我没指甲，这是。我知道。嗯。好了，好了。哎呀，我还没使劲呢，我就这样的按摩。不是，就你手上有个长毛布，很扎的慌。我都没给他按，他都没给我按过。哎，你掐着我脖子，真的。哦，行。哇。啊！来，我来帮你弄。我。特别棒的一个呈现，因为我们
所有人都在特别期待这次演唱会，会不惜给大家拼，哪怕拼了这条命，我们也要去努力去准备好，给大家带来一个完整、完美的舞台。solo 舞蹈，我跳的是一些加了一些 popping， 然后因为我以前没有尝试过嘛，然后真的想尝试一下。以前的话都是跳一些比较温和一点、柔美一点，然后这次跳了比较需要控制力、需要定一点的、定住的一些舞蹈，所以是一个新的挑战。嗯，特点就是帅。酷炫炸，还有保养特点是。老师跟我说的时候是欢快一点，基本上都是一些基本功，但是其实我觉得是朴素但不普通吧。这个舞蹈就是，也是相当于致敬迈克尔杰克前辈嘛，然后里面也是。专用帽子、太空漫步，还有一些霹雳舞、踢腿的动作。我那个风格是 crown， 之前我很喜欢这舞种，但是没有时间去学。然后这一次呢，是这个编舞老师给我发过来视频的时候，把后半部分改了一点。这个舞蹈的特点，它其实就是狂野，对，它其实带着一股野的劲儿，特别狠的，我不敢踩太大声，就很特别狠。所以说，如果我跳这个舞，也可以感受到我的狠劲儿，来代表我成功了。我觉得我的 solo 的话，就是像一个优雅的艺术品一样，因为本身呢，就是一个艺术品，再加上舞蹈呢，就是优雅的艺术品，知道吧？然后把这个伞给它灵活的、灵巧的玩一下，对。我觉得还是很舒服的一个舞蹈，跟他们比起来，因为他们都是咚咚咚，还有 funky 啊什么的这些，大家看太多了。编舞，然后老师就给我编排出了这样一个风格的舞蹈，我感觉还是蛮适合我的。我感觉这一块很，就是世界上除了我能跳出来的风格，没有第二个。跟老师跳的都没有我好。你是真的这样想的？嗯，是的。看一下。
这次舞蹈，就是那种大改的，就其实就是二大用的。这次非常复杂，因为舞台非常大，然后包括有升降啊什么的，从各种方位的这么一个动线，所以说，但是也有挺有挑战的。因为舞台很大，所以说我们在排练时以前都是三个脚的距离是一个 marking， 然后现在就变成三个半，然后变大一点，然后这样在舞台上会显得好看。对，整体的队形变大了之后，体力是也是一个问题。虽然说你只看那么一小步，但是一小步加一小步，一小步就是一个很大的距离，在跳舞上面，这个小距离还是很重要。所以说，我们把队形变大的时候，体力上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也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这为这个演唱会做准备。我们新学完一个舞蹈，然后都要回宿舍里再集合巩固一遍，然后巩固好多遍，大家扣扣洗，消化这个当天学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看到弟弟们在练习的时候，我一直很困的那个眼神啊，我就觉得挺辛苦的。毕竟是我们第一次演唱会嘛，我们之前只是看过别人的演唱会，不知道演唱会的时候到底我们会是有多累，表演这么多首歌，我们没有亲身感受过。我准备的舞台也非常的多，担心可能会出现错误，虽然压力也有点大，我相信我们还是可以展现得非常好。